我喜欢你。我不喜欢你。那我再想想办法。我喜欢你。我不喜欢你。那我再想想办法。스크립트함께보겠습니다我喜欢你나는너를좋아해我喜欢你여주인공천샤오씨가말합니다네직진여로나오죠我不喜欢你나는너를안좋아해좋아하지않아남주인공짱처는철벽남으로나옵니다자그랬더니여주인공천샤오씨가나我在想想办法자나는나뭐죠그렇다면이요나뭐줄여서나입니다我在想想办法내가다시방법을좀생각해보겠다입니다我在想想办法샹샹단음절동사의중첩형식이죠자 AA, AEA, AE 샤형식자샹샹좀생각해보겠다라는뜻입니다이렇게똑같은동사가중첩될때는뒤에단어의성조가경성처리되죠샹샹좀생각해보겠다샹이샹똑같은의미가되죠이때샹은성조가그대로살아납니다삼성이에요샹이샹자그리고동사이샤샹이샤좀생각해보겠다한번생각해보겠다단음절동사를중첩시키는이유는동작이걸리는시간이짧고부드러운어투를나타내기위해서이죠네습관적으로이런형식으로만듭니다자我在想想办法해도되고我在想一想办法我在想一下办法네세가지형태다가능합니다다시한번읽어보겠습니다我再读一遍我喜欢你我不喜欢你那我再想想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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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山我喜欢你我不喜欢你那我再想想办法